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，我是西昭，今天我们在玩超酷解谜地图。你好徐福。你好，很久没有听到了你的这个观众想念你的这个性感的声音，你的大烟嗓子一人对吧。所以今天呢你有什么话想说吗？好了没有，我想死你们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玩行我们在玩这个解谜地图，叫做我看一下啊，寻找我的大宝剑。你看一下我哪里记得这些垃圾地图啊，所以你要不要读剧情，对不对？你来读吧。我今天不怎么想读其实。一不许装逼，二不许骂作者，三不要作弊，四卡关喊作者最帅，五普通模式。然后有五十页肯定让我点，然后点到五十页以后就有一些加油骚东西。加油加油。前方高能提示到二十五页的时候。真的。我能。肯定没有什么东西，我给你赌，我给你赌肯定没有，有我吃屎。好，这是一个高能两个字。真的、啊、对，高能使者。我不想点，我不想点。OK， 规则须知须知须知啊，这个作者的 Q 在上面，如果你想加他的话请大家加他，加爆他，然后说作者我爱你，对不对？一，作者第二次做图，哇这么厉害啊，没经验谅解。二，作者是天罚天罚 QQ 在这里，然后还有个打杂的啊，被坑别生气，气死不赖我嘻嘻，还有那个表情好可爱。规则：一、和平模式下玩；二、冒险模式下玩；三、被坑不生气；四、卡关喊不是怎么剧情和剧情为什么和规则一样？不想打字呗。剧情和规则一样，写作文呗。怎么普通又普通？他又说普通模式，又说和平模式，和平模式，冒险模式，到底什么模式啊？然后我调成和平模式了，然后 game mode 调成二，把你也调成二。好了行了，我们都是冒险模式了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开始了。这个三个泥土，这个 SB 你看了吗？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我早看到了。开始开始开始。我记得上面有个箱子，上面有个箱子，这里有一个这个东西，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然后踩到这里来。 OK， 我被 TP 了，你也踩一下。哇，这有点那个什么对吧，感觉啊。 OK， 黑衣人他说想你的剑，黑衣人就破了我的解密吧。二三三，二三三，二三三，找到大门钥匙再来。OK， 我这里开光影，我关一下，让我看不到。C 在这里，关一下光影。在这里，你别 ，C 在这里，我们跳不上去，怎么办啊？这里有个黑曜石，我们不能打，对吧？哎，不会让我们必须让我们打吧？红石是，哎，对，红石火把会不会有用啊？但是冒险模式啊，也不能拆。也是，这不就？但是他又说普通模式，所以。对吧，我们看墙这里有没有个垃圾东西。冷酷，你为什么要说这种，为什么这个木桶颜色不一样，你看肯定有肯定有肯定有炸，有蹊跷，跟那个台阶颜色 是一样的啊。这是为什么？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可能是我多想了吧。我们说要大喊一声作者最帅了，开始。作者最帅，作者最帅，没有用、哦、你加油，我先看一下有没有攻略 MCB。 我就加油了是吧？对，加油。楼梯缝看看，哎，观众说的好，哎，楼梯缝，对对，观众说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哪有楼梯缝啊？我看不见楼梯缝在哪里，上面楼梯缝死的，上面楼梯没东西，哎，没有，楼梯的腿裆在聊天栏喊是吧？作者最帅，哎，这有意思啊，我打不了中文，我不觉得他有这么拉，这么那个什么高端，作者最帅，我试一下，谢谢，有肯定有这么高端吗？我觉得不行，他说 if。玩家喊作者最帅 ，then game over。可以，估计他不会。And, 没有，他第二次做这个雕图。对，我也不觉得第二次有这么厉害。说个大实话，铁门夹缝里有个箱子，观众说。铁门夹缝里这就有箱，都看到了。观众说的。那么牛皮吗，兄弟？我是没看到啊。我没看见。观众看到了吗？我是没有。麻痹！怎么了？就这么明显吗？过来给我看。看，这里应该有缝啊！妈逼，有个缝，看了吗？有缝啊！我也看不到，但是很明显有个缝。哎 ，what？ 怎么看到了？看不对啊 ！what？ 为什么？材质问题啊？是版本不一样啊？应该是、啊。OK， 钥匙线索，我会让你这么简单找到钥匙吗？乖乖，这太难了，这个东西。我说，我们困了几个小时啊！乖乖，
OK， 往上走，让我们发现我们到了一个小神秘的木屋里面。然后，这你妈是什么？这你妈又干嘛？是要找凤啊？找凤，稳的老哥。又要找凤啊？这狂点吗？鼠标？狂点，狂点就行了，反正就狂点，就一些凤是吧？作者除了做凤还会做啥？说大实话。没有，没东西，没东西。哦，这有个，这里看，看，有个箱子，跳起来看有个箱子。牛皮，哇，这个。然后我们找到钥匙了 ，OK， 有意思啊，这个地图啊。下去，我们怎么这么垃？我觉得其实不是作者，那什么是我们垃圾。你过来。我有点喜欢这个地图了。你过来了吗？哪里啊？那不是吧，我在门那里放个钥匙，压力板，踩一下。你现在你搁哪呢？你踩一下压力板。我出来了已经。啊、哦，是吗？我在这个地方，估计你要等一下才看到我。但是，你看到这个一大堆拉杆的地方了吗？刚好全是血啊。你现在哪个地方 TP 吧，妈的。你不敢相信我现在什么地方虚浮。这意外。哎，怎么 TP 不了啊？我卡了吗？哎，真的是。哎，怎么服务器崩溃了？可以。不过刚刚我到了地图的那个通关的地方。哦，没有没有 ,Fresh 没有崩溃。我再重新进一下。刚刚我到了地图最后面那个地方。然后哦对，服务器崩溃了。但是那个是结束的地方，所以感谢大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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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他妈台湾腔都出来了，牛皮。感谢大家收看这次视频，那么呢我们是非常喜欢这个地图的。对，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你可以点击顶，你不喜欢的话那你就不喜欢吧，但是你不喜欢顶可以发一些恶意评论。可以吗 ？CC 你个垃圾，你抄袭！这不行，这不够恶意，这不行。但是没有关系，随便你怎么骂，屈服都是可以的。所以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你说拜拜啊？说过了，再说一次，不说了，我舍不得和大家再见。我代表屈服为大家再见。你代表不了我兄弟，我代表虚浮为大家说再见，拜拜拜拜拜拜。